走了。手机。也这也在家。嗯。哦，走。高兴，不太高兴了，哎，拜拜，嗯，不太高兴了，我以为不带了，带上了，手机，哦吼，现在眼镜姐姐们过来说，啊，你连高兴都不报了，直接就给交给妹妹了，是吧？哎，乌鸦叫了，你咋跟乌鸦一样？嗯嗯嗯，你看这个衣服，嗯，走了，他热了，走了。爸爸，高兴，你不走，你拜拜了，你也走了吧？打车去，找车去。又下雨了。拜拜了。拜拜。来了修理厂了，不借车了，好嘛，开上玩去了。嗯，小姐，小姐，开上咱们车玩去了。哎呀，高兴睡着了。哦，修了两三天车了，过来车不借了。嗯，还下雨。咋了，小姐？撤了。嗯。哎呀，小姐。前天下午放过来的，是昨天上午过来的，今天下午了，两天半了。他不是昨天就好了吗？嗯。今天上午我说好了，能了。不是，他说拿回去看一下好不好。他过去出去拉东西去了，拉他的东西去了。嗯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租的，我们的车的。嗯。好嘛。嘿，小伙子。嘿，嘿，小队长。哎呀。下雨了，穿上厚衣服了，这是。嗯。嘿，你看啥？咦，走了，车回来了。哎呀。溜了半个小时回来了。哎，小弟，是不是今天又得打车回来？哎。哎。哎呀，就这么点小毛病。前天下午过来修了，是说昨天上午过来，昨天下了一天雨没过来，今天又上午打电话是可以了，这又过来了，又请你过来，又没弄，是吧？你们这儿这个修车呀，我真是服了。小姐，哎，下次得换个地方修呀，嗯，哎，看见吗？不能在这儿修了。我真是佩服他五体投地了。哎，司机，那今天能咱们能拿车吧？嗯，高兴又让人抱走了。嗯，司机。嗯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不错，高兴又让你抱走了。嗯。麻烦死我了。司机，司机，好没有？好了。哎呀，这我真是服了他了。来，你过来，你问他修了吧？他说修不了，他就说修不了。是吧，咱们过别的地方修。修好了是吧，我上去打了几马达打不着，修的给我打不着了。哎呀，活的我想骂人了就想。
既然到的玩了，我操他！修个车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他妈三天了。你是哪有问题？你敢说吗？哪不行修哪，哪不行换哪。这倒好，啥也给弄好了，闹到最后打不着了，三天。他刚刚开了的有了，你开了的没有了。哦，那我把车给他吧，让他开，你让他打着了，看我看看能打着吧。那我那个是车烧机啊。啊，那他打了五马达，打着了，说好了。那我每天开车打五马达，傻子，打了五六马达，打着了，灭了车跟我说好了，我上去一打打不着，在中国那都饿死了这些修理工的，嘿嘿，司机，你跟他们说。修车是往好的修了，可不是往坏了修了，越修越坏了，修的打不着了三天。上次是过来修是，市区一个轴承不行了，人家给我把两个都换了。我说你这个修车修的好，就像人一样。一条腿有毛病了，说锯掉啊！你两条腿都给锯掉。修完以后我过来了，那就是两个都给你换了。我说不是那一个坏了吗？说是一个坏了就换两个了。哎呀，真是服了。这是放在这儿修了三天，修的昨天就说好了。今天过来去闹得打不着了，闹得好，这修理工，这是龙给制成哑子了。刚开始是听不见，现在不会说话了，闹得。走，小姐，打车回吧。明天找个拖车过来拖别的地方去吧。越闲货了，这是。龙制成哑了，这些修得不着了。哎呀，真服了！走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连夜给修呀，连夜给弄，气得我都想叫拖车了。啊，是连夜给弄。是叫师傅，他们拦不了，叫个师傅过来。车都没修好。气都不行了，回去买点牛腩，土豆西红柿冻牛腩啊！啊，高兴，哎呀！